我们欢迎戴佩妮和刘爽，欢迎欢迎。大家晚上好，胡兰老师好，佩妮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刘爽老师好。你好你好。现在我们还在一起，将会是怎样？是他的歌吗？名场面。管你戴佩什么妮，猴子妮，戴佩妮。今天见到她之后，就发现她可能是太古灵精怪了，所以这个绰号叫猴子妮。我们一起笑，为什么？全部都麻烦了。从去年到现在，参加的音综当中，让我觉得经验最特别的一次，不像我三年没看演出的那个兴奋感。太爽了。这次合作舞台你们准备唱什么？玫瑰窃贼。为何夏夜晚风吹，玫瑰窃贼更适合现场，更有那种氛围。这个歌是佩妮姐先选的嘛，我也觉得这首更合适改编，我也很乐意去看到它有更多就是稀奇古怪的版本。要么你来亲吻我，别让黑夜吞噬我，记住我在天亮前带走我。被时间慢慢磨成灰，为何夕阳的余晖总在离别时才美，为你付之一炬的热泪也曾是我怀揣的宝贝。冰山坠入碎河，孤星奔赴烟火，蜗牛向海透支他战斗的壳。要么你来拥抱我，要么就地摧毁我，爱或死亡会令我变成花朵。像风一样窥视我，或将我推入漩涡，解救我在天亮前带走我。
我将我推入漩涡。谢谢谢谢大家，这个是个超凶超凶的表演，对我们的霹雳姐的这种狂野和刘爽的被迫带动的那种，还是觉得他们两个是蛮玩得到一起的。太帅了吧，这也全场已经嗨了，辛苦刘爽。没有，我觉得刚才那个曾毅老师，就是我突然间能体会到您的感受了，真的好低啊。我决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，太低了，但是您是可以的，我要一直走啊，这种就好。你辛苦了，就有佩妮姐唱的开心就好。其实不是，我也不喜欢那么高。这歌谁写的呢？不，我写的，但是是荒井改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都爱推，因为他这歌特别难。黄景老师就觉得民谣这个东西它其实有很多可能性，包括我们在推广民谣，不管是给现以前的朋友还是零零后的朋友，都有很多很多音乐的样貌可以去推荐跟让大家知道，然后音乐的本身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编曲去诠释，会带出不同的力量。我一开始就是要知道跟佩妮姐一起合作，然后我也有点自己擦擦得了。然后我就是听说要跟霹雳姐合作之后，有些霹雳姐再擦擦吧，再擦擦吧，你把纸还回来。霹雳姐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有新的名字了，没关系。大家好，我是霹雳。来吧，他怎么紧张我们就怎么逗他。霹雳姐来。在我知道和佩妮姐一起合作之后呢，有一些紧张，因为我没有见过他这个人。然后我就给那个秀秀发消息，我说哎，好像认识戴佩妮老师，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会不会很凶。我打断一下，我特别好奇为什么会问我会不会很凶。就感觉会那种，对，霹雳姐然后我接触了以后，我才发现哇，那个就真的就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，就太疯了，就一点都不可控。我们彩排的时候就是已经搞得我自己的歌都不会唱了。刘爽，今天就是真的来玩嘛，我希望借由这次的合作开启他在舞台上让自己更放松的这个开关。 Thank you。不好意思，又把一个好端端的人带疯了。希望你享受今天的疯狂，也希望大家享受我们今天这样的改编。非常感谢老师刘爽老师们，还有黄景老师们。霹雳，霹雳是什么东西？